好，两位镇长候选人，还有我们议员参选人，还有我们那个代表参选人，还有各位关心我们一里大小事的乡亲，大家晚安。晚安。我是登记第五号罗世全，也是现任的政民代表。世全致力于农业，可以讲是农业的专才。刚才聆听两位的镇长的政见，都有涵盖到我们农业方面，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事情。世全从事农务二十余年了，是目前耕作面积有17公顷，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玉里的股价一直提振不起，一直这么低迷，为什么会提振不起来？这个是我们这四年来事前在证明代表会在咨询的时候也一直在致力说，希望说我们有关单位能够、谢谢。不好意思，一分钟几号？五号。好，五号。好。